你跟他熟，你投资也是这样。他说他在从山西，他在改法语的，你就没了。所以他就问你是哪里来的，新仔，刚来没多几天。他都没问我是干嘛的，因为你是新人啊，他管你干嘛？你爱来不来，不来他就按你板凳了。Thank you.
白色煎包三次。白色天花板。Thank you.